下一集的侯赛博，戴美丽想带阿戴回法国，如果我们走了你怎么办，他能成功吗？拜拜。潘若美怪丈夫不争气，龚清湖愤怒不已，白白和欧阳明的误会化解，感情是否能一帆风顺，萧敢当向青青表白，结果会是侯赛博。星期五上午11:30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Toggle 立即回看侯赛博。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温馨带给你。